Hello， 大家好，我是飞鹰，大家过得还好吗？相信最近许多人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不太能到处出去玩，只能待在家中看看影片或是打打游戏。但你有想过看影片也可以赚钱吗？没错，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就是那么好康的事情 ，Good， 只要你看影片就送你钱，全部领完大概可以领到50美金。但到底是什么公司那么佛心呢？又要怎样才能领到这些钱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那就让我们开始吧。OK， 那今天我们要使用的网站是在我上一支玩游戏赚钱的影片中有曾经提到过的 Coinbase， 点选我影片下方说明栏的连结去进行注册，然后这边就点选我同意创建一个账户，输入你的基本资料，那我这边就随意输，因为我原本就有了，我这个只要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怎么创建而已。我就随意输入的我一个很久没用的电子信箱好了，然后这边我密码也就随便用一下，然后他这边密码，这个密码它设计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它要有大写英文字母、小写英文字母、数字还有特殊符号四种元素都在里面才可以进行创建，这是我个人认为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但没办法，美国的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怕你会忘记的，直接按个储存，然后这边它就会送一封验证信去给你。我看看它寄来了没有。 OK， 那它寄来了，往这边就按验证，然后这边他就会叫你填入你的电话号码，我电话号码我就用我原本的，大家在输入完之后按 send code， 就在你的手机上面收到属于你的验证码，按输入就可以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就算是注册好第一阶段了。 OK， 那在你完成第一阶段之后，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阶段的验证账户，你要验证完账户才可以开始进入我们的网赚过程，所以这就是一个开头。那我们先验证账户，然后按个好，因为你要验证才可以开始赚钱。这边有三个给你选择，分别是护照、驾照还有你的身份证。第一个左边护照，中间驾照，最右边身份证。那我个人会推荐你用身份证，如果是台湾人的话。然后接下来这边让你上传你的档案，你就直接上传档案，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原本我自己注册一支，所以这个我不能做给大家看，我就用讲的。你上传你的档案之后，他需要你填一些基本资料，填完之后呢，他可能会叫你拿着你的驾照跟着你的人进行一个合照或自拍概念，所以如果你是用电脑或是用笔电注册的朋友，建议你可以那时候改用手机做一个验证的过程，因为这样你才可以比较好做一个合照。当你合照完全部跑下验证，大概一天左右就验证完，接下来可以开始赚我们的虚拟货币了。接下来开始教大家如何赚钱。首先，这是 Coinbase 的首页。然后，当你进来之后，滑到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Earn Free Crypto with Coinbase Earn， 你就点这个。点进来后，这边就有各种的虚拟货币可以给你做赚钱的动作。那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它就会给你打个勾，像这一条，这就是我都赚完了。那有些它不一定会开放，它有些会有名额或是资格的要求，但没有关系，我们就点选可以的。那像我随便点一个这个，它这边会给你需要看一些影片，然后后面会需要做一些问答，但问答错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你只要回答对，四个全部按一遍总是会对的，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看影片。那影片各位也不用真的认真看完，基本上我会直接建议大家像这样拉到接近最后面的时候让他跑完，就大概你差个3-4秒都没关系，然后呢他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个问答，但因为我这边已经完成了，所以会写 completed， 但如果你们是还没有做过的，就会在这边出现一个问题给你，你就这边选四个选择啊，全部选完一定会选对嘛，做完之后你就可以拿到那些钱，你把这些任务全部做完，大概我算过就可以拿到价值50美金左右的虚拟货币。但是这些虚拟货币要如何换成我们的台币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教大家的了。
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把这些虚拟货币换成你的新台币。首先我们先回到主页面，然后点选中间这个，这一格就是指我们的资产。那因为我之前在试验的时候已经把它全部换成以太币了，但是如果你是刚做完任务的朋友，你一定会拿到各式各样的虚拟货币。我个人会推荐换成一些主流货币，因为这样你比较好转到可以用台币出境的交易所。那我先转换一次给大家看，我们按 trade。 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的以太币嘛换成比特币，然后你就按 trade all， trade all 就是全部交换，我们就按 trade now， 很快。那这样它就转换好了，转换好后我们就做一个 send 的动作，就是寄到真的可以用台币出金的交易所。因为 Coinbase 是美国交易所，所以不能用台币出金，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虚拟货币寄到可以用台币出金的交易所。我个人使用的是币托的交易所，当然如果你没有币托交易所朋友，你也可以使用一些像是 S 或是 Max 的交易所，这两个我个人都是蛮推荐的，就是他们都是会出金然后很老牌的交易所。然后我做一次要怎么转换给大家看。首先你先要到 BitTorEX 这边 OK， 然后复制你的钱包地址，复制下来，接下来回到 Coinbase 按 Send， 把你刚才复制的钱包地址贴上。如果你没有在玩比特币或是一些虚拟货币，我建议你直接 Send Max 过去，直接做一个转换，然后接下来按 Continue 就好了。大概一天左右你就会在你的 BitTor就会看到这个钱入账了，当然你的信箱也会收到相关的文件。之后你就再从我们之前曾经教过的卖出、提领现金等等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曾经在影片中有教过的。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影片，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去做观看。OK， 那最后我还是想由我自己的脸来做收尾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我今天的介绍，麻烦帮我影片点个赞，并且订阅我频道。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是私讯我的粉丝专页跟我进行讨论。我是飞鹰，我们下次见，拜拜。